要签完契，你签完契，跟、啊、我还有一个没打头的嘛，对吗？你们家族现在就是你的对家对手就是洛伟跟阿志，他们两个今天状况都不错。啊，你遗嘱啊，我现在讲的你是家族。哦，是世界的洛伟、阿志。哦，他们两个状况今天不错，两个是最有希望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他们拍完，帮他们拍完，这一局把它拍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场地如果全开，比得很好。对啊，对啊。